我现在要做通知性检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检定要写出来不显著，一定要不希望它不显著。它如果显著，表示它没有同时性，它是异质性，那我就要做 WMS， 我就不做 OMS 了。所以我希望它不要显著。那还好，它的结果也没有显著，这就是好事。所以即使那个骨长得这个样子，哎呀，我怎么骨全部一起流出来？长得可能长这样子，但其实它在显微镜上也还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前后两端看起来五十九没有达到显微镜的差异，可是我要跟你说，提醒你的是，小样本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。有一些凹拉人，有一些偏离值，假设有这个偏离值，就可能会造成那个显著。所以在那之前，等一下要讲这个偏离值的检定，我们要再确认一下偏离值。那是样本数在中啊、大样本的时候，它的影响都没有那么大，就还好。到这里我都 OK 吗？可以吗？所以你现在用 Goldfield Quant 的检测来检测说。你的 regression 这条这个 regression 模式，它有没有符合通知性假定？然后看起来是符合通知性假定，所以 OLS 就好简单，一般的 regression 都没有问题。那它如果没有符合，它如果是显著的话，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用 OLS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让你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，假设。假设我们刚才跑那个整体一起跑，全部在一起跑的时候，我们都会 regression， 对不对？好，再跑一次。如果你要整体一起跑，我拜托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不要用你的，你记得你现在是 split file， 所以现在不管你跑什么东西，它都会把你分成这几组来跑。所以你现在要回去整体跑的时候，记得你要勾选说不要分组太多，要帮我全部一起跑。记得要回去勾哦，不然他就会分开跑。好，再跑一次好了，就跟朱老师跟他说，再跑一次。好，我是整体跑的，整体跑的 data 模式在这里，可以吗？然后我就看这个图啊，那我就觉得造成它有可能异质性的变相是全质量的。你们想要选什么 ？SAT 都有用过的，不能选。再选一个多练习，你会选谁？首先，你要找出可能的变相，对不对？然后用那个变相来分，看到图，然后看那个高低组。然后你在看这个图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先告诉我，你觉得它的 residual 的差异应该是前面多还是后面多？就以这个图来讲，你要先判断一下，觉得是前多还是后多。如果你觉得是前面多，后面少，那你就要前面注意后面。如果你觉得后面多，前面少，就是后面注意前面。
其实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？来，告诉我一下。我现在流量其实长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左边多，右边少，好不好？假设我这样子，左边多，右边少。好，请告诉我第一步要做什么？先找到左边下，然后呢，由小到大排个序。好，排完之后呢，算好，先算中间四分之一有多少人，总共是343个人吧，对不对？除以四，93，所以我要减掉373减掉93，373减93是280，我不是280，对不对？280除以二，前后端就是140个人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所以我从前端开始到140，140刚好排序，左边压了140。所以它应该是到21，那我如果设定到21，它只是会到很远，但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们也没办法直接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到21。好，那后面到后面343减掉140是多少？233嘛，对不对？233号你在哪？233在这，它是24，那24也会往前数，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是最低到21，然后24到最高，可以吗？所以我现在 transform， recall into different variable， 你记得，你不要点到它，你可以留着它没有关系，但你千万不要点到它。你要用 routing 怎么过来？你要跟他说。好不好？分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点到这，确定你点到这条才能按 O N V 分组。哦，你要点到它的话呢，它最保险就把它删掉啊，我把这个挤掉。这个绿色哈，绿色中间的还是，一次放一个就好。到最高是我第二组，这样没问题，跟你分类一样吗？有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距，就是看你怎么分。你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刚好分出就21分，就是140。你如果算到140分的时候，那个如果你多算，你算到11分，那可能到150。那假设你算是20.5分，假设，然后是139。那也许如果用20.5分少一个人没关系，你懂吗？因为假设你算刚好140个人，他是21分，但是21分同桌的人很多，他要到150几、160几，那得就多算20几个。那假设是139号，他刚好是20.5分，那也许在那边只多写20.5分，就少算一个人，总比你多算20个人来的就是更稳定。不一定啊，这要看 case by case，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微差，真的是没关系的。好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我这边有一条，确认一下哈，把它拉到这边去了，这边这边这边。那要再写一遍吗？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。这里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再给你看一下。确认一下是不是前面都是一，然后中间从20号开始是空白，然后从24号开始是2，应该对吧？哦，你要确认，因为有时候就会打错。好，确认完之后我要干嘛？等等，分组完然后嘞，我要 solidify 对不对？重点是我要算出第一组跟第二组的 residual 是多少，所以我们再回去，我要看。You wrap it together， 在这里 ，OK， 确认，那我就再跑一次，刚才有过一下，都不用动，应该都一样。这两个在，这两个在，动好小东西，还有跑，
信的，如果念得好的话，我按钮就会跑出来。有懂吗？有没有？灵还是要中间被舍弃的，先不看，然后看一跟二。那我们刚刚说，做图来说，一的也是一组比较大，二组比较大。我们刚假设哪个比较大？一嘛，然后就一除二。好，第一组是上第二组，那第一组它的 receiver 是 55.089、嗯、第二组是 63.206， 对不对？出起来小于一，那我保持它就不显著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好，或者是原点417除上点430，我应该不显著。你这是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你如果看数值来说，它是不符合假设的原理。假设是你先有 hypothesis 再做 test， 那你 hypothesis 怎么来？你在看图的时候，你 hypothesis 就写了，除非你写两个 hypothesis， 就是除以二，二也要除以一，懂吗？因为我们记得我们统计走的都是假设讨论的逻辑，假设讨论逻辑表示假设要先出。假设设定之后，我的统计就发了我的假设，所以我的假设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我不能看数值来决定哦，我要看我的原始的假设。我这个就是你，哎，画了去了，哎，不见了，又被我踢掉了吗？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所以就是一个黄金图。好，我随便找，假设是这个。哦，假设我原本就设定这个比较多，这个比较少，那我就是比较多，比较少。我一开始就假设好了，我不是看数值大胆的决定。那如果你一开始写的这个比较多图，那这个图就没有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但是不管这一题不管是哪个出来，你原本怎么假设，它应该都不显出来。但是我这边算出来的数值。因为我假设我这边假设是左边大右边小，所以我左边除以右边一除以二，一除以二的结果会变成点四一七除上点四三五，哦，算下来，好，那这边讲完了，我们来讲其他问题。